上将，由于异虫的介入，逃犯 Minsk 和 Rainer 通过辗远门逃走了。但是就在我们的部队被异虫淹没前不久， Stukov 中将夺取了大批部队的控制权，并赶到了布莱克西斯星球。为什么他会放弃在艾尔星球上的战斗？为什么他会回布莱克西斯呢？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上将。我觉得 Stukov 可能并不像你所坚信的那样忠诚。因为你很年轻也很无知，中尉，所以我不怪你。我和 Alexei 在你出生之前很早就是老朋友了。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他。如果 Stukov 在这里，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上将，我们的感应器侦测到一个运转正常的灵能干扰器，它的位置就在我们正下方的行星表面。看来 Stukov 中将并没有按命令摧毁在塔塞尼斯上的灵能干扰器。什么？那不可能！我警告过你的，上将， Stukov 已经背叛你了。他已经改装了灵能干扰器，企图破坏你在这个星区的任务。简直难以置信，但是确凿的证据让我不得不信。Alexei， 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也许你一直以来都是对的，中尉。我下令进入灵能干扰器，然后妥善地处理掉 Stukov 中将。遵命，上将。中尉，稍等一会儿，我们把入口清理干净。他们锁上了大门，设置炸弹。发现未授权的入侵。我们进来了，这间屋子安全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医疗兵，当然，马上办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这破玩意该怎么弄呢？电脑，找到 Stukov 中将。密码错误。没问题，当然，交给我吧。我讨厌电脑。没问题，马上办。没问题，马上办。当然。什么事啊？ Stukov 在哪儿？什么也别跟那些叛徒说。伙计们，干掉他们！救命！交给我吧。当然。哪儿疼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在哪儿。当然，交给我吧，马上办。没问题。当然，没问题，马上。我现在就去。当然，马上来，没问题。啊，又是一台电脑，上面说按任意键，哪个叫任意键呀？安保摄像头已激活，戈利亚维修厂位于第四区。如果我们能到那边去，也许能劫持几架戈利亚。马上办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击。炮火轰鸣，上上上，我们得走了。炮火轰鸣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交给我吧。没问题，当然。指挥官，上上上。太命中，出色无比，上上上。我们得走了，出色无比。密码错误。嘿，是谁在乱整电脑？啊，快告诉我密码，不然我就把你们的脑袋轰飞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当然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密码是 Far。密码正确。谢了。没问题。哇哦。安保摄像头已激活，在第八区发现 Stukov 中将。当然。嗨，伙计们，这些戈利亚归我们了。大
到这里来操纵他们吧。有入侵者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上上上，出色无比，炮火轰鸣，我们得走了。出色无比，我们得走了。炮火轰鸣，出色无比，炮火轰鸣，我们得走了。出色无比，炮火轰鸣。上上上，系统运转正常，请讲戴克。通讯器就位，我在呢，没问题，马上办，没问题，当然，马上办，当然，马上办，当然，交给我吧，马上办，交给我吧。海尼，把那个 SCV 带过来，修理我们的隔离药。别开枪，我照办就是了。马上办。我在呢，当然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就是这个。需要什么？马上办，当然，交给我吧。马上办，交给我吧。马上办，交给我吧。当然，没问题。你需要什么？没问题，马上办。当然，交给我吧。当然，交给我吧。点火，马上办。明白了，系统运转正常。我在呢，请讲，戴克。是长官，马上办，没问题，当然，没问题。系统运转正常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你需要什么？我在呢，请讲，戴克。系统运转正常。我在呢，没问题。马上办，没问题。就是这个。马上办，没问题。当然，交给我吧。当然。Stukov 中将，我是来这里终结你的指挥权的。Duran 中尉，不出我所料。我们都知道你来这里是想终结什么的，那就动手吧。道声晚安吧 ，Stukov。你去见鬼吧。杜然主委，请立即报告你现在的状况。杜然，老朋友，你手下的人里确实有个叛徒。但他并不是我，杜然，他从一开始就在耍我们。他说服你摧毁了灵能干扰器，可那正是我们可以拿来击败异虫的王牌。还有在艾尔，我们离逃犯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，他让异虫淹没了我们。我到这里来，是为了来启动击败他们的希望。而你却为了这个把我杀了。杜然是你的敌人，杰拉德，我怀疑他或许也被感染了。使用干扰器，杰拉德，完成我们的行动，让我至少能死得有点价值。上了，上将，他好像已经消失了。该死！测试程序已启动。长官，干扰器的能源核心刚刚被设置为过载状态，
如果要阻止熔毁，你需要到操作终端手动关闭反应核心。这肯定是突然干的。你们都对钟家很忠诚，我希望你们继续忠于他，愿保住这个干扰器。现在赶紧去找到那个控制终端。收到，总部。请讲，泰康。通讯器就位。通讯器就位。频道已打开。通讯器就位。导航通讯已锁定。设施外墙已经被攻破。在灵能干扰器内部，你的部位正在遭受攻击。什么鬼？异虫是怎么进来的？少尉，我们遇上大麻烦了。这证明了杜然跟异虫确实是一伙的。少尉，别让那些异虫挡你的路。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个干扰器。指挥官，我们得走了。频道已打开，通讯器就位，导航通讯已锁定，收到，总部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通讯器就位，确认。安保系统已经激活。哦天哪，我们该怎么绕过这些该死的条件？系统运转正常，目标已指定。炮火轰鸣，我们得走了。炮火轰鸣。明白了，马上，长官。我想干点什么。请讲，戴康。待命中，出色无比。频道已打开，收到，总部。系统运转正常，请讲，戴康。看看那里，他们被困住了。该死，门锁上了。频道已打开，确认。我想干点什么。我们得走了。频道已打开，小心。正在遭受攻击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待命中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系统运转正常，通讯器就位，确认。收到，总部。确认。长官，看来这条走廊上布满了自动炮塔。如果我们能把异虫引到这里，他们就会被打成筛子。出色无比。频道已打开，通讯器就位。确认。目标已指定。通讯器就位。我喜欢大清早烤跳虫的香味。确认。目标已指定。确认。有人呼叫我吗？通讯器就位。我想干，我们得赶紧走。系统运转正常。通讯器就位。
急就位。收到，总部。明白了，命令已收到。通讯器就位，目标已指定。收到，总部。待命状，上上上。救助吗？马上就来，马上办。系统运转正常，确认。目标已指定，请将抬杠。医疗兵，确认。收到。想逃脱。